迪，嗨，你今天要玩什么？消防车，我看看。哇，你有新的消防车对不对？叮叮，打开呀、啊。你不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为什么这样子？开心要笑一个，笑一个。我看看，借我看看好不好？这是弟弟的新的小方车。一。我要抓住，抓住才可以。第二，啊，再一次好不好？你的狗狗被撞到了，受伤了，叫那个救护车，打电话给救护车啊，打电话给警察也可以啊。哇，消防车要送到去看医生了吗？哇，请让开让开，消防车要过了。小的车撞到了，这里也有。带他去哪里？他们要去哪里了？走啦！警察嘞，警察也来了，警察也来了。哦，警察，哇，警察撞到我了！消防车，换消防车！哇、哦，狗狗呀，在那里干什么？啊，走开，走开！哇，一团乱了！还有垃圾车，垃圾车也来了。死掉了啦！对啊，撞到那么多次了，赶快叫那个救护车来了。
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。哈哈哈哈哈！在路上又被摔下去了。